是叫管理学吗？你还记得他哦？对啊对啊，他真的超级好的哎。哦，那我想到我们当初有拍一部影片，那么做。对啊对啊，那时候拍的还蛮好玩的。嗯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嗯嗯哦，这不是你大一的时候踩到的寻宝图吗？对啊对啊，哎，现在算一算已经四年了耶。看看好了，走。
正好忘记带卡，帮我开个门。谢谢你们，这是下一个问题是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拜拜。苍穹之下，雷雨春风。苍穹是天空的意思吗？哦，对，苍穹可以指天空。那谁与争锋？感觉好像有比赛的感觉。那有天空又比赛是？可能是天空球场。哇，马吉真是太聪明了。那我们赶快去天空球场吧。天空，天空，天空。哎，有一只好可爱鸟哦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应该叫麻鹿吗？阿仔，嗯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继续走吧。关主在哪里啊？我都没看到。这里只有打球的人。你们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很久了。你们现在就只差我手上这最后一块线索，想要得到它很简单，只要听完球场的故事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们。你们刚来到这所学校，一定不知道在这球场上曾经有两个。寻宝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最后一条线索，赶快去吧。回到最初的起点，那就是大门咯。那走吧。好，恭喜达阵。相信你们已经找到宝藏了吧？宝藏在哪里啊？你怎么都没得到啊？宝藏就在旅途中啊。没错。蛮有道理。对啊，我们天天可以捡到这张藏宝图。嗯，我们其实。